现在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来，今天的节目，咱继续来讲几个代表家族吼。后来因比较真复杂的一个过程吼，我先先故事咱拢总爱讲，因为咱这个贵个讲吼，咱个最后去做一个结论的是，你对咱了解，了解咱人的一生吼，真正咱所做拢互相有牵连伫的啦吼。咱即嘛讲另外一段爱情的故事，这个爱情的故事发生地代表伊的一个囝叫做暗巷。 即、啊这个囝诶爱情诶方式吼、哦，真无正常。啊，但是我感觉咱现代人有当时啊感觉讲，哦，即、这个人爱个，敢若讲足浪漫诶啦，即、这个人爱情足专一诶安尼，真危险啦。若一路咱即路较有经验诶人，看伊即路谈恋诶方式，咱看着会惊。迄嘿，哪款早听我昨天看完早讲、这个，你即个人千万毋要活去，你两个做朋友你都毋通有风险，啥物风险？即、这个爱人，因为你真爱伊即个小妹，所以呢，爱甲拢无精神啊，爱甲生活拢失去了正常啊。 我来，这个情形发生了后，我去拜另外一个朋友来催。我阿弟先啦，哦，阿那阿呢，那阿呢规安呢细声细声，拢无精神气、哦、啊，是安怎嘿伊就讲因啊，因讲啊，无法多啦，相思病啦，啊，所以哦，白家呢这条香眉啊香，白家呢拢饭啊吃不落去，哦、啊，做甚物得掉伊啦，啊，结果呢，伊这个朋友吼。 即个人真干巧，讲安尼哦，啊，我咧讲啦，啊，都你若要得到个物件，对无一定有法多个嘛，你顶下病假要死去，要靠做啦，啊，干阿当边阿咧流喙脓尔，太勇敢咧，提出实际行动、哦，什么行动？我甲你教啦，阿你都破病，啊，你破病还是真个啊。你去甲恁老爸大伯讲啦，讲你破病啦，啊，讲吼、哦，恁恁小妹吼，真会煮饼啦。 哦，伊咧做伊饼做好起来、啊，讲吼、哦，你即马咧破病吼，想要食伊做伊饼啦，啊拜托，恁老爸讲叫恁小妹送饼来，安尼，真正哦，交朋友交到即个朋友够烂诶啦，有够烂诶啦，甲教到即、這个，咱讲叫做下三滥的手法，教到即个足未见效的手法，哦、啊，为什要得到真正叫做不择手段，不择手段、哦，结果竟然呢，即、這个暗认呢，听实的讲，饶高明。 高明是考好啦，高明，即个诚实，就是、就是一个听着是这样，他搞问题，变态，诶。伊安尼甲接受呢？伊怎啊？嘛未当讲伊结病啦，伊本来着是已经为着恋爱然后为着讲单恋讲暗恋安尼，已经家己拢无正常去啊。啊怎啊？走去甲老贝讲，老贝啊，哇、哦，我最近身体真歹啦，哦，我我会记得我较早要食过我妹妹吼做诶即个饼吼，足好食的呢。 啊，无你是毋是啊？拜托你叫伊做两块啊饼来互我，因为因无共房嘛，吼、喔，无共老母生嘛，安尼啊代表就讲，啊,啊好啊，简单啊。代表就讲叫人去通知即个嘛他妈，甲伊讲吼，讲、欸、哎，恁哥哥破病啊吼，啊、喔、你做两块啊饼，互伊食一下，吼、喔啊。这某囝仔真单纯啊，想吼安尼哦，安尼查某囝仔拢嘛真好心嘛。若听到阮们需要照顾，咱即个母性的光辉就照出来啊吼、喔，啊就甲始做饼安尼啊，干咧干起互伊食。 啊，退给阵内，即个按奈来讲，哦，我即马暂时食接下无我先肯下就好啊。吼，哦，啊啊，迄个恁村内人，恁恁先出理一条，我觉妹妹有有一点仔私人诶代志咧谈，啊，就将逐个拢赶出去。啊，即查某几仔我那是，我咧讲代表今教育了无好啦。那即个情形吼，咱家己都爱注意啊。吼、哦，咱爱注意，咱莫甲人单独做伙。吼、哦，即、这个一定爱记哩。啊，无像那什么，有个啥物诶。 诶，网络约会强暴啦，啊，我啥物有诶无诶，发生即落代志，实际早已经啊，家己伤过无坚决啊。哦，咱你们饮料都爱注意、哦，一定咱都爱养成习惯。咱即马出去外面吼，那、哦、只要无熟悉所在，咱要你们物件一定你都爱注意。我甲你讲，包括你讲我去同学家，人家保姆添茶给我啉，咱拢真正拢爱注意。咱尽量，咱去你不要去量规定自己卖家己一日去。吼、哦，有有当下这个社会啊，真变态。 迄嘿，薄膜在上面挖个保姆咱也无啥知。吼、哦，到底有正常无正常，咱都毋知。即摆即个社会足恐怖，即种尽量莫无熟悉诶所在，咱莫沃别去，甲即个煞死同款。吼、哦，尽量咱莫出门，世界行卖安尼，迄个世界传染掉。即足足实在一个事实摆在眼前嘛。吼、哦。都、就是因为伊安尼拢无一个警觉性，所以因个去将人拢赶出去啊。你都感觉怪怪啊，诶、欸，哪有即个代志？吼、哦？你有啥物话都安尼讲就好啊。结果呢？ 人灌醉了，伊讲、欸，妹妹来，我甲你讲，来诶时阵吼，啊，阿手甲救咧，阿讲，哦，你作死诶，你敢知？哥哥作想你诶，我、嗯、怪乖,乖啊，但是啥死啊？开始咧惊，哦，即阵才开始咧惊，袂唬啊，你甲救咧，啊，讲啊，我真一日啦，卖安尼啦，吼、哦，迄个时阵已经吼，人叫做兽性大发啦，啊，已经内面吼，已经吓真久啊，吼，冻未调，已经无法度控制，完全失去了控制啊，伊妹明第一个哀求，讲卖安尼啦。 你若感觉咱两个有适合吼，安尼甲老爸讲吼，若要将我嫁互你，拢个这种会参详一下，你卖即马做即种代志，你做种代志伫咱一切的中间是无比温存诶。你做即种代志是得罪上帝诶代志，千万你都毋好做，千万你都卖，无法度，讲未听啊！迄、哦、一个人已经失去了理智，失去了人性诶时阵，你甲讲啥拢无法做啊！ 伊敢那是一个欲望吼，敢若亲像即个即个，咱、這、讲、個、水苦水要甜啊，有无吼？啊，都爱爱将即个水甲放掉，差不多即个意思啦啊。那一般咱用一个较粗俗个，比如讲，敢若秘输，讲，你即卖咧膀胱甜啊，吼，你要找便所，你讲来忍耐，即、這个变来忍、這個、来即、這个袂忍来一、這个吼，即、啊、无法度啦。那甜就一定要甲放出来咧。啊！即查甫人吼，查、啊、甫人咧想诶时也是咁款啊，足恐怖诶吼、啊。所以因妹妹伫遐讲讲卖啦卖啦卖啊，呢一直甲拜托甲。 哀求、哀求，安尼一拢唔听，一拢唔听，全就辱伊家己个妹妹。吼、哦，甚至讲老伯无讲老母个妹妹，做出這种实在是使人非常生气，也是归个迄个个性拢无健康，正变态。吼、哦，这唔是叫做爱，爱唔是用这种方法，干那是要跟人得到，你得到，迄是一时个种个冲动之意，迄根本都无意义。吼、哦，好，将这个代志做了哦，人真奇怪哦。 有够奇怪，我讲即个暗恋，他们个性都真变态，无健康。伊即嘛做了了吼，向雄感觉讲，啊无聊，做种代志来真无聊。所以做了了吼，向雄变正烈，你知哦？对，哦，起来，出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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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潇查某出理。诶，即个代志发生了，毋是讲过两三工哦、喔，是拄拄才讲，侮辱你啊，侮辱了诶时哦。 甲伫安尼，人讲兽性大发，得就满足啊！随便面，随便面讲起来，起来，出来啦！别互我看到了，我赶出去。即、這个妹妹讲，你已经一摆毋着，你即麦伫这种的情形之下，你安尼甲我赶出去，你安尼对我是更较大一个侮辱。你好比安尼甲我糟蹋，我是你的妹妹，我都会对你甲你得罪掉。只不过因为伊生了水。 生做水，互伊诶，哥哥对伊起了无好诶念头，发生大比较大诶悲剧，安尼拢无差别，怎啊好出去？即、這个妹妹出理，非常诶伤心，受到足大诶伤害。你睇，一般人拢讲，即卖作势走起后，变作无正常去啊，都、就是去互性侵害。吼，我有实在即落，因为自细汉互性侵害，后来得病气笑神经病，互关伫个精神病院内面，拢有即落代志啊。 所以这这实在是真值得同情个代志，这毋是伊毋对呢，这毋是查某囡仔毋对呢，这实在是家己个哥哥吼，真、哦、太无应该，咱家己个亲人实在太过分了，太变态了，等这个妹妹行出来是足伤心嘞，拄着因哥哥亚沙龙，亚沙龙前来看，我早就知道这个安人唔是好东西，伊是唔是甲你侵完是吼，哦，好，再死啊，你甲看卖咧。 这个代志我绝对我会处理，所以伊哥哥亚沙龙，因为这件代志就来家己兄弟之间就来结乱仇啊！吼、哦，对着这个案人非常非常不满，非常不满，真生气。咱实在讲，现在换做我，我可能作生气，我可能变面，因为我感觉太过分嘞，有够过分嘞。这件代志代表着知样？但是代表家己也做出去、这、了、个，人讲上梁不正下梁歪嘛，对吧他自己做不好？伊家己也做了无正，伊虽然真生气，气讲家己囡仔来发生这个代志。 伊嘛知方便呐处理啊，迄两外人都正简单啊，拖出去毙啦，会使啊嘛，对吧？拉出去砍啦，会使啊嘛。即嘛未使，即嘛家己个惊，免呐处理，足头疼。虽然正想起，但是足歹处理。啊！但是即个代志，诶、欸，大家拢在看诶代志。你皇宫内面发生即个乱七八糟诶代志，你讲外面诶社会未受到影响吗？无可能啊！啊，所以你看，但你家己。 所带来迄个作诶一个结果，真恐怖，迄、那个作诶结果毋是讲啊，伊伊做这个甲八四八做诶困难代志，上台来应，伫伊诶囝毋是迄个意思。若是讲你做王诶人，你明明厝诶足业代志爱处理，你一开始带足业某代是足大也唔对，啊，你某带出诶囝生生生拢无咧管，迄囝仔诶个性遮变态，你拢无发现吗？迄、那个安人诶个性遮尼扭曲，你拢毋捌咧处理吗？你先啊，你食晒大来哦，你是讲毋免管切诶代志啊呢？ 拢毋免插班来哦！我感觉讲真奇怪，即个大斌真正是,是上帝对伊诶想起，不但是想起伊所做诶代志，那是对即嘛规个生活诶方式真不满，咱规个生活诶错误诶方式，就带来一个真无好诶一个结果啦！哦，啊，所以通看着大斌，伊因为他做王了后做王嘛，拢是有一个骄傲嘛，权利互一个人安怎去嘛？ 伊诶话是咱看出伊诶规个家族、伊诶私人的生活是真混乱，所以规个咱叫做宫廷生活吼，伫了皇宫内面诶生活，拢做诚做咱即个啊八卦诶杂志吼，报道诶内容啦，啊，拢就变做咱即马逐个食饭罢在开讲诶内容啦，诚、啊、可怜。做王是来治理一个国家，是来管理规个国家，但是家己诶私人诶生活、家己诶囡仔，却是诚做别人踢球诶对象。 这是真多一个悲哀，哦，所以咱是做基台，基台讲，咱每一个咱观众朋友，吼，咱无论如何，咱家己厝，咱也先过好。你看我咧外面做当事长、总经理，我生意做偌大，或我去大陆去安怎安怎做，我开足册分公司，我开连锁店，安尼有诶无？结果你今仔乱七八糟，吼、哦、问看你即摆今仔几岁？哎，阿仔，怕毋知可能五六七八岁回款，到底是几岁？啊，读几年。 哎，唔知三年、四年啊，可能五年、六年啊咧。你听你讲就，你讲这个老爸是连家己的囡仔，起码读都是兼考，读几年也拢唔知啦，拢无咧管啊。这个什么样老爸？哦，那你后来出足多系大事啦。莫规只家唔跟他过趁钱，那你囡啊，咱来照顾。哦，咱来必须要知影讲，咱了解咱囡系需要。你若会应用你嘅囡仔，一青春期乖乖，你也注意啊，你也关心嘛、啊。 你要不会去拍球，你要甲伊开讲啊，袂当囡仔拢无咧顾啊，啊当囡仔大汉的时阵，妈妈讲咧，车只含慢读，啊只含慢叹气，你跟他先去嘴拢咧讲骂尔啊，安内着，相对话咱咧嘴咧讲温柔的话，讲鼓励的话，讲造就的话，结果你會发现讲咱拢含慢用一支嘴，咱一支嘴干那咧骂人尔，出代志诶时阵咧骂，该咱宽免诶时阵，该咱经过诶时咱无做，代志发生啊。 只用一支喙马甲臭头，底下用醋、用酸、用胶安尼，你哪发啊？要发啊？去啊？哦、喔，所以请你记住，相对好咱有一个使命。咱的囡仔、咱的家庭，你若顾无好，你讲我外口，我对外口，我外面走人对我安怎安怎服服帖帖，我外英雄，迄种假，迄种假，足无好诶文化。吼、喔，好咧，语重心长讲一段，因为这是在圣经内面足悲哀的故事。休息一下，等来继续来讲一个故事。 当年大概老三百七，实在咱用真艰苦心吼，这种的心情吼，足悲痛的这种心情。你看圣经所记载的一段的故事，咱这段故事里面，咱看到讲大卫龙本身有发生一个叫做性丑闻吼，无、喔、好的代志，结果伫伊的家族里面也发生这个代志。大卫本身有发生凶杀案，干无杀人的案，有啊，伊的家族也发生命案，什么命案？ 就是伊的囝亚沙龙，知影讲按任对伊妹妹做即种代志，即件代志伊一直藏伫心内，一直藏伫心内，而且伊的报仇的心非常的坚定，一直非常的坚定。汝敢不知讲即件代志，伊藏偌久？两年。即件代志藏两年。逐摆若按任伫路顶一家人总是会拄着嘛。 啊你什麼，你呐，你甲伊讲啥物话？亚沙龙咧，讲也毋甲伊讲，连看也唔甲伊看，就是讲你甲他试看下咧，对啊？你甲试看,看，我、哦、早晚有一几我咧拄着，绝对要报复即件代志。人讲“此仇不报，非君子啦，君子报仇三年无完啊！伊等两年，两年了，其他诶人总是无闲嘛吼，啊，即、這个代志慢慢慢慢就过去啊。但是对亚沙龙来讲，即件代志是心头一个足重，要，一个,一個大仇恨啊。所以呢，过两年。 拄啊好，因为迄阵因拢是饲牛饲羊，吼，甲一个司机是要去剪羊,羊,羊,、欸啊啊、羊,羊毛，啊，因咧饲羊毛啦吼，啊要剪即个羊仔毛诶时阵呢，伊就去甲因老爸讲啊，讲，诶老爸啊，啊，即阵要我即阵做只羊啊吼，拢个真即个羊仔毛吼，啊是毋是你叫阮遮诶兄弟逐个拢来斗剪安尼啦，吼。啊代表讲，啊毋免啦毋免啦即。 劳动遮济人，逐个去你著搁请人食你著搁种麻烦嘞。亚沙龙讲啊，袂啦袂啦，啊，你欢喜诶代志嘛吼、哦，啊，逐个来庆祝一下，哦、啊，对无？逐个做伙咧整，安尼嘛开讲，安尼气氛真好啦吼。逐个讲啊，毋免啊毋免啊，即嘛，即个时代逐个拢真无闲，毋免啊。诶、哎，即、這个亚沙龙一直甲要求，我讲安尼哦，啊无安尼，那你叫伊来按任呐。哦，伊家妹妹伊都，足爱阮妹妹嘛吼，那、哦、你叫伊来嘛，你叫你叫伊来，跟阮做伙来做啊。安尼，啊，著一直甲讲，一直甲讲啊。 啊，台北老讲较烦啊！讲啊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！大北怎啊叫即个按捺啊？讲哎，即摆恁恁即个兄弟要争即个羊毛啊！大家拢去斗相讲，拢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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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讲起来即按捺啊戆嘞！我感觉即人都是安尼，根本都是无啥物大脑啊！即落代志你敢去哦啊！即落场合你敢去哦？人过去即两年来，将来勿甲你好好讲话，即落场合你也敢去哦？ 当然，伊唔是一个，家己一个去啦，吼！啊，娶足济人，啊，大个招招一个兄弟，足济人，逐个做伙去。听着讲伊要来，亚沙龙马上将伊个仆人叫来，吼！我你讲吼，安、啊、即个熟啦吼，但因来咧饮酒吼，这个人著是无啥头脑啦。迄若饮酒咧吼，酒大喙大喙啉，阿、啊、爸大块大块食，白痴，咱即嘛来话讲猪头啦，一只猪啦，我你讲，等下你看伊酒啉落吼。 等我来暗号，哦！我人看我来暗号，第少要死。暗号睇唔对人哦，睇一个倒，睇迄、那个哦，绝对爱要死。我咧讲的是迄、那个气氛，即莆田人拢知影，哦。啊，所以一刹那讲，即、這个代志经过，大家应该拢知啦。即也毋是啥物新闻啊啦，哦。所以即、這个事我绝对要报的啊、哦。所以呢，等个即个兄弟来哦，啊，大家先当然是先先照看过人吼。啊，做做来看啊，中头食饭哦，好、哦、放饭来，食饭食饭。吃 啊！逐个伫遐食饭，啊食饭，伫遐食啦、饮啦，怎个中华夜啊？啉酒诶时呢？亚瑟龙下一个暗号，忽然之间，突啊飞出来，吼、哦！逐个互我即个暴人互我冲起来当场嘞，按恁甲夺走肉枪。其他诶这些兄弟，毋知影讲奇怪，逐个伫遐咧啉酒、侃摆，雄雄啦安尼多声、剑影安尼，踹一个，紧冲起来，一个看，讲哇，按恁安尼当场死伫遐，命丧当场。 出来，个个安尼，拢完全无心理准备嘛。看着迄个迄腥诶镜头，看到咧惊到啊，逐个都走啊，咯，紧都走，紧走啊，吼爬起咧精神，徛咧就走，走，走，走。迄个、迄个场面变较突然之间变较真混乱就对啦。有人逃走了，赶紧将即个消息报互王。啊不就不，报的煞是无正确诶消息啦，吼、哦。讲啥物啊？歹啊歹啊歹啊！迄个亚萨龙吼，将、啊啊啊啊啊喔、所有诶王族拢都抬死了了啊。其实无啦。 安那台死安任一个尔啦，吼，并毋是讲台死所有诶人啦，吼。但是代表听着即个情形，讲啊，死啊！哎哟，我奈遮尔啊粗心啦！吼，我奈遮尔啊大意安、啊、尼，啊，即、這个冤仇都结成，我毋是毋知影，讲哎，呀，佮发生即个代志，伊说个人归去、就是、都是因来伫悲伤诶时阵裂破衫，所以听着即个消息诶，就是，坐伫王座顶面，一个安尼甲衫裂破，代表讲啊，会安尼。 下面这个大臣听到皇宫出遮大的代志，听到因即个代表龙因家族发生遮大的代志，因为听讲所谓王子拢总太死了了。哦，即个算讲家族内面的遮大的一个悲剧哦，大家嘛拢裂破衫啦，哦，撕裂衣服，衫拢裂破，代表一种悲伤，毋知安怎。所以气氛哦，真正是足低啦，哦，迄、那个气氛啊，足凉足凉的。现在说有人讲啊，讲无啦，无啦。 是跟他死起来尔啦，西安论啦，哦，西安论，这个人什物？人？这个人叫做约拿达，一、这个往那拍片，哦，这个人就是当时献给叫即个安论用破病做手段去侮辱因小妹，就是一个啦。所以即个人掏钱后边，但是伊拢知。所以讲无可能啦，无可能中台啦，那就是完全针对安论来啦。今日即场两相杀，都是为着要抬即个人，所以代表你放心，哦，代表王你放心。 其他人无代志，绝对敢去死安认咧。哦，哎，过无偌久，这王子龙倒倒登来，拢倒灶倒登来，大家拢叫做惊魂未定啦。哦，大家拢爱佫咧惊呢，拢哭出来呢，哭个足大声啦、啊。讲发生代志啊，发生足大个代志啦。大家面面对我拢欢欢喜，啊，一个饮酒食饭，足快乐个场合。向向发生命案啦，哦，我佫撞着血安尼，啊，足恐怖哦。大家如說在你安尼讲个时，一个咧惊，个咧错，鼻鼻错一柜个吹拢白，敢知？ 逐个伫遐一直哭，一直哭，还、啊、是加在。讲到底死几个死一个咧，干那死安稳，剩下来拢无死、哦。啊，所以你看，发生即个悲哀个代志，啊咧。啊，所以当然亚沙隆都毋敢登去啊，发生即个代志伊家己嘛知啦。所以伊呢，去逃走去别位，在外地呢，住三年，住三年，啊咧。所以呢，为着报即个冤仇，即、這个亚沙隆吼、哦，用五年个时间来报即个仇，吼、哦，用两年伫遐等，然后用三年伫遐逃走。 所以亚沙龙，咱是也讲，即、這个人吼，原来是一个决心正坚定诶。一个人，啊，这個、算是一个人才啦，算是一个人才，伊咧做代志吼，真有决心，毋是一个清清菜菜诶人物，咱你讲即我那是很角色对啦，吼、啊，即、這个我那厉害角色，安尼啊经过迄几年了后呢，当然因为代表你也知影，即件代志什么人也毋对，伊也真清楚，所以经过三年了，后，慢慢代表就一直在笑念伊家己诶囝。 啊！到底伊这个少年这个囝是毋是当倒顿来咧？欲知伤情，后悔分解啊！最近毋知是安怎，嘿，常常拢会感觉身体正虚啊！啊，但是哦，去边伊咧检查，啊，倒拢好势咧，奇怪咧，哎呀！

啊，无法度放松，自然会阵会头疼。啊，上佳者就是失眠，所以失眠汝有无？啊，失眠、啊啊、啦？吼，失眠是无啦，困是有人有困，但是就感觉拢困无饱尼咧。哦、啊，安尼汝即可能另外一种，有个人是拢有困，但是呢，感觉困眠不足。吼、啊，无论你困偌久起来應，应该照你讲，咱一般来讲，一日困到七八点钟起来精神爱正好安尼吼。但是有个人一直困吼、啊，你看有个人困到十几点钟。 一暗时啊困，困到尾中昼时啊才起床，但是呢，越困呢越忝，因为咱身体吼无点当着，这是现代人的一个毛病啊！小老婶你安尼，看你就爱七少年八少年啊，都开始有这个毛病哦。啊，无法度，无法度吼，工作太疲劳咧。诶、欸，咱这节目逐日咧做，敢那亲像咱这观众朋友，逐日逐日爱上班，拢无法度通休困。咱这时代毋是较早农业社会呢？ 迄农、欸、业社会，你若讲哦，无想要上班，安尼无要紧。咱家己咧做头家，今仔日困较饱嘞，明仔载才出去。即嘛毋是嘞，哦，即嘛咧上班哦，去上班，工作正铁佗，爱去学头家，甲咱念，甲咱垫，安尼吼，感觉正忝啊，老三你拢袂吼？哦、我哪会袂？嗯，我虽然无啥物讲头家大头家，但是问题是，我到迄几个囡仔，逐日伫遐咧乱，看啥物啊？即嘛现代人个生活。 真正是真辛苦。普遍来讲，一般现代人，咱拢休困拢无够，哦。那度假，度假你有当啊一礼拜咧休一两公，有当时啊讲几年的，一年内面年假，才休一礼拜，迄真正拢无够。所以咱拢一定要利用时间，甲你休困。啊，你若住伫都市的人更较辛苦。你讲住伫都市的人，放一日假咧，去伫外面，拢转塞车啦。啊，去外面哦，拢赚钱啊。啊，做一日开钱都压力来啊，哦。啊，即么人？ 即个放假时有放假的开销，开学时有开学的开销啊！这小垃圾你拢唔捌啦，你拢唔捌啦，我咧唔捌，我那也唔捌啊。休课那时阵，人呐都坐位坐咧乞头啊，什么六福村咯、啊，什么潮州文化村咯，哈、啊，真侪游乐地区，诶、那個，门票拢真贵呢，诶，一张哦。 三百几块，四百几块，你若像农村里安尼四个囡仔，计算一纸尔吼，安、哦、尼、哦、差不多开咧两千几块哦，迄有影有相当。啊，若开学诶时阵着爱注册费，啊，啊着抛个钱，即嘛教科书阁真贵，所以吼、哦，有、嗯、影大家大家经济压力拢真大嘞，我了解了解啦，有影啦。嗯嗯 啊，到现代人哦、喔，生活压力拢差不多啦，吼、喔，工作有工作压力，家庭有家庭压力，婚姻啊婚姻的、啊、压、啊、力啦，吼、喔、啊，所以吼、喔，现代人哦、喔，莫怪常常有病，医生找袂出来。啊，即、這个情形是安怎啊？啊，我医生找袂出来，我问你問，佮问无，甲你提几步。啊？到底有什么具体建议你无？少讲一个啊？有啦，那具体建议是安尼，我是建议咱各位吼。 你若真是要维持讲有好吼，我感觉头一个吼，再一定要较早起来，哦，一定要较早起来，有运动，有有这个祈祷，将一日生活嘇嘇拢来交互上帝，啊，有保持这个真快乐嘅一个教会嘅生活，常常甲教会的朋友大家做伙吼，啊，咱、啊、嘅、啊、这个生活自然嘅会更加好，素质，吼、哦，嗯，啊，讲啊是叫人去教会尔、啊，啊，好啦，时间到啦，各位。 拜拜，拜拜咯，拜拜！金价到回前后你直接别晒啊！嗯嗯嗯嗯嗯